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学的世界。我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陈玉玲老师啊，我在会计资讯系的部分。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的第六讲的一个部分哦。那本讲次的一个学习目标呢，哈，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第三章的重点，叫做会计交易跟我们的借贷法则的部分，这里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看到的是格式的一个表达，哦，所以呢，我们会跟同学看一下恒等式跟账户式的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这个讲次的重头戏，也就是会计交易跟借贷法则。我们来看一下 T 字账跟我们的实例的部分。什么叫做会计交易嘞？哈，企业跟其他个体发生的经济活动事项，导致企业的资产负债或者是你的业主权益发生变化的经济事项，都叫做会计交易哦。只要有会计交易发生，我们就必须要去做一个记录。好，那该怎么做记录呢？我们一般就会使用 T 字账。为什么它叫做 T 字账？因为它画出来就是一个 T，哦，你的英文的部分那个 T 的部分哦。所以通常我们就会画出一个 T 之后，在 T 的上半部的平台上面写上你账户的名称，然后我们的 T 两边左右两边会有一个空格的部分，我们就左边的部分我们会称为借方，好，debt。然后呢，右边的部分我们会称为贷方 （credit） 的部分哦。那 T 字账的功能主要是记录一个会计科目的变化情况的部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我说非常万分重要的这个借贷法则的部分了哈。来，借贷法则呢是会计中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用来确保你的资产负债表的一个平衡的部分。那同学现在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我用了一个账户叫做银行存款的 T 字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T 的上半部是银行存款，啊，这就是我们的账户的名称喽。然后呢，T 的两边有空格的部分哦，那这部分呢，我们说左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借方，右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贷方。好，那现在是银行存款。那银行存款当然是银行的资产的科目，可以吗？哈，银行资产的科目。所以如果你银行的存款增加，那就代表说你就要记在左边，好，左方的部分，代表你介入资金，所以呢称左方为借方的一个部分，可以吗？哈，所以借方代表的是你存款的一个增加。相反的，我们右边的部分就是你的贷方。好，那贷方的部分就是你银行存款减少了，我们会记在我们的右边的贷出资金。好，所以呢，右边称为贷方，听吗？哦，所以左边呢，好，是我们这个介入资金，所以我的银行存款增加了，好，所以是借方的科目的部分。好，然后呢，右边的部分呢，代表我们贷出资金，所以代表我的银行存款减少了，所以这一边称为贷方，哈，右边称为贷方，哈，所以一刚开始的借贷法则其实是来自于银行存款的这个部分，所以银行存款它属于我们资产类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呢，只要是资产类，就跟银行存款你看到的一样哦，它是一个借方的科目，代表说你的银行存款增加，那你借方就会增加的部分，哈。那当然还有其他科目，它就是属于贷方的一个科目的部分，哈。那我们稍后会有来去做一个介绍的部分。来，先给大家的一个部分，哈，那就是一个通则的部分，哈。这个画面看到的部分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老师强调3次，代表它的重要性哈，你一定要会的部分哈。那我们说这个 T 字账的部分哈，老师把5大要素要把它在这个 T 字账哈，我们的会计的5大要素要反映在这个 T 字账当中哈。我们画了一个 T 的部分，好，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我
借方的部分我写了一个资产增加，那其实像刚刚的银行存款它就是属于资产类的其中一种，所以资产增加就像刚刚的银行存款增加，我们是记在借方的部分，所以只要是资产类的科目它都是属于借方的科目。好哦，那你往下看的部分，贷方你看到我写了一个什么？我写了一个负债增加跟权益增加，这就代表说负债跟权益的部分它都是属于贷方的科目的一个部分。那相反的，好，我们出现另外一方咯，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资产减少，那就会反映在资产的贷方的部分，那如果我的负债减少跟权益减少，它其实会反映在借方，所以通常我们都是会去使用的一个记的法则的部分，就是哪一边增加它就算是它是那一方的科目。比方说现在蓝色的部分资产的一个部分，只要是资产的增加它是写在借方，所以资产就是属于借方科目，可以吗？那另外的蓝色的部分就是你的负债跟权益的增加，那它会在贷方，所以它就是你的贷方科目的部分。好，那我要把重点摆在我们的权益的部分咯，可以吗？因为呢我的权益其实包含了我的本期净利或叫做本期损益的部分。好，所以呢我今天如果本期净利是减少的一个状况，本期净利减少的状况会造成我什么状况，会造成我的本期净利的减少？那当然就是我的费用会增加，可以吗？收入扣掉费用会等于净利，所以当我今天的费用增加的时候，我的净利就会减少，我净利减少就会造成我权益的减少。所以在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部分，我的左边的部分我们框了一个权益减少，然后对应到我们的右边的T字上我写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我的费用的增加，另外一个就是收入的减少，可以吗？收入的减少一样会造成我本期净利的减少，那就会造成我权益的减少，可以吗？好，那相反的，今天如果是权益增加，它是反映在贷方哦。所以就像刚刚跟同学们所分享的一样，你今天的权益属于的是贷方科目。好，所以权益增加要怎么样让权益增加？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我的净利增加了，所以我的净利增加要怎么让净利增加？简单的方式就是我的收入增加了。所以同学可以看到我右边的部分贷方的部分有一个收入增加的部分，它就是因为我收入增加可以造成我本期净利的上升，就造成我的左边的权益的增加的部分。另外一个造成我的本期净利增加的部分，那就来自于我费用的减少，收入减掉费用会等于我的净利，所以今天如果我的费用减少的话，我的净利就会上升，那当然就会造成我的权益的一个增加的一个部分，可以吗？所以我说刚刚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同学可以从这边你去做一个把它做一个，我觉得这边可能要记一下，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也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同学可以看到属于借方的这个科目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资产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费用的一个部分，可以吗？费用的增加也是属于借方科目，所以两个借方科目，一个是资产，一个是费用的部分，那剩下的三个要素都是属于贷方科目，像是我的负债啊，我的权益啊，还有这个我的收益的部分，它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贷方科目的部分哦。好，那如果同学对于这个部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来看我们的例子咯，用例子的说明我觉得会更清楚，让同学更了解我们所有的一个状况的部分哦。好，那这个例子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来 Apple 呢，他想开一家早餐店，早餐店的名称叫 A 公司，然后五月份发生了下面的五个交易，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是呢，他筹备开店的事宜，所以他准备了资金是这个150,000的一个部分，那钱不够，所以他找了朋友一起筹资，所以股东的部分他投资了这个150,000。
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做一下你的交易的一个记录，我们就会用 T 字账或是做分录的方式去做呈现咯。来，首先呢，我拿到了现金，所以是资金增加，所以我的借方就是现金会增加。为什么？因为现金是属于资产科目，我们刚刚说属于借方的科目有两个，一个是资产类，一个是废损类的部分。那其他的三个要素都是我的贷方科目，所以第一个交易里面我拿到现金了，那现金增加，所以它是借方，好，所以借方是现金，金额填入。另外一部分就是呢，那我是怎么样拿到这现金的？哦，我是股东投资的部分，所以我的贷方就会有一个股本产生，可以吗？股本产生的一个部分，金额一样投入150,000。好，股本属于权益类，可以吗？权益类，所以同学可以想一下哦，我的会计恒等式，资产等于负债再加上权益，所以我现在借方是资产增加，然后等号的右边变成是贷方的部分，其实就是权益，也就是股本的增加咯。第二个交易的部分，5月15号就过了半个月咯， Apple 呢，他设立了公司后，他首先去购买机器，花了20,000块钱。好，那这边你看到了资产有增加跟减少的现象。哎，你说怎么会同时增加，同时减少？好，我增加的资产是什么？我把机器设备买进来了，机器设备我可以控制它，而且因为在过去这个交易，未来可以带给我经济效益的流入，所以当然属于资产类。所以借方就会是机器设备，贷方就会是现金，因为我付现嘛。所以我说我的资产增加讲的是机器设备的增加，我说我的资产也减少，同时减少，讲的是我现金同步减少了20,000块钱，可以吗？哈，这是我们第二个交易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交易的部分，哈，5月21号，他另外购入机器，可是这一次我没有付现哦，我欠人家钱。好，所以呢，我欠多少？15,000。所以借方跟刚刚一样的部分，我的机器设备增加了。可以吗？因为它是资产，所以是我的借方科目。那这时候我没有付人家钱啊，所以我欠人家钱，当然是负债增加。负债记得哦，它是一个贷方的科目，那我还没有付，所以这叫做应付账款的部分，一样金额填进去是这个15,000。好，第四个交易的部分，好，我们支付5月30号支付给员工薪水，好，28,000的部分。好，付给员工薪水，那当然是薪资费用，费用是我们的借方科目，所以呢，借方就是薪资费用，贷方是什么？我付现，所以现金减少也是等额的减少，是多少？28,000，可以吗？最后一个交易的部分，5月31号，顾客付现的部分，哦，顾客付现50,000元，所以呢，顾客付现，我拿到了现金，借方就是现金，哦，那贷方呢？因为顾客付了现金，所以等于是我拿到了收入的增加，哦，所以贷方会是收入的部分，可以吗？哦，收入的增加，那收入也是属于我们的贷方科目，哦，那金额填进去就会是50,000块钱，可以吗？好，这是我们的交易，那接下来看它的细部的状况了，老师刚其实已经口述告诉你了，那现在呢，我们用 T 字账的方式让同学去做一个画面上的一个呈现的部分。首先你看到两个账户，一个是现金账户，一个是股本的账户，因为5月1号呢，我的股东投资了这个150,000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金增加了150,000，所以在借方的部分。然后呢，同时股东投资，所以股本增加了150,000，它是一个贷方的科目。所以 T 字的表达，首先在画面上看到，接下来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平常会用的部分，叫做分录，因为每次都画 T 字账也是有点麻烦，所以用分录的部分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会用两列的方式做呈现。第一列的部分呢，那就是现金的，也就是写在借方的那个部分了，所以现金150,000写上去。第二列部分是我们贷方，那为了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通常我会空两格，所以你可以看到股本的部分我并没有跟现金做齐格，其实我空了两格的部分，所以第二列我们写上股本，那它的金额就代表它是贷方的部分，所以是150,000的部分哦。所以这个画面上同时呈现了分录跟我们的 T 字账的部分。那
接下来看我们的第二个交易，5月15号购买机器设备，支付现金20000块。所以你一样看到了裸机器设备借方增加了20000块，然后呢，现金的这个 T 字账它是减少了20000块钱。分落写法跟刚是一样的，借方的部分写在我们的第一列，机器设备20000块钱，贷方的部分我们空了两格，所以呢，或是空了多格一点也可以了哈，因为这是要区隔你借贷双方的部分，所以贷方就是第二列的部分，写上现金20000块钱的部分，可以吗？好，第三个交易跟第二个交易就只差在哪边？刚刚我是付现，现在我没有付，所以这时候我的 T 字账写的不是现金，而是应付账款的部分。好，应付账款是一个负债，那负债是一个贷方科目，所以我的贷方就写上15000哈，就是应付账款。好，那跟我们的第二个交易差别在哪边？我的第二列我不再写的是现金，因为刚刚的交易我是减少现金，现在我是负债增加，所以应付账款写在贷方，应付账款属于负债的科目，那它是我们的贷方科目的部分，所以金额就是15000，可以吗？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交易，5月30号支付员工的薪水的部分，付的金额是28000，所以借方是薪资费用，费用类跟资产类都是属于借方科目的部分，所以借方表达了28000的一个薪资费用，那这时候我们是用现金支付的，所以现金就要减少，所以它现金减少反映在贷方的部分，金额填进去就是28000的部分。好，那一样你可以用分录的方式做呈现，借薪资费用，贷现金28000，可以吗？好，最后一个交易的部分是5月31号，顾客支付现金50000块钱哈。好，他支付了现金，所以我很开心，我的 T 字账现金就在借方增加了50000。那同时呢，我也认列我的收入的部分，所以呢，另外一个账户是 T 字账，是收入的 T 字账，它的贷方就会增加50000。我们说收入是属于贷方的科目，所以收入增加反映在贷方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是分录的部分，借现金贷收入的部分，金额填上去50000块钱。好，以上呢就是本节的这个交易的一个内容哦，可以吗？那同学在这里应该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了解的部分咯。那如果同学这部分没有问题的话，那老师要讲这部分真的很重要，所以尤其是对于初学的同学来讲，你其实必须要把这个交易的分录它是属于到底是会计五大要素的借方的科目还是贷方的科目，要分得非常清楚。我们说只有资产还有费损这两个是属于借方科目，也就是增加的时候记在借方，那剩下的负债或者是你的权益它可以负债啊、权益啊，或者是收入啊，都是属于我的贷方科目的部分，所以这些增加的时候就会反映在贷方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借贷法则跟我们的会计交易的部分了，可以吗？那希望大家对这边的内容是有了解的。今天的最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表达格式的部分咯，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恒等式跟账户式。那恒等式你应该比较清楚，就是我的资产等于负债再加上权益的部分，那我们可以把权益进一步做拆解的部分，也就是等号的右边的部分，它的业主权益可以拆解成什么？可以拆解成股本跟期初的保留盈余加上收入减掉费用。好，那因为等号的右边有一个减号，就是减费用，我就可以把它搬到等号的左边，所以你可以看到恒等式的第二列的部分，我写的部分是资产再加上费用会等于负债加股本再加上期初保留盈余的部分再加上我们的收入。好啊，那这个第二是等号的左边资产加费用，很巧妙的它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借方科目，也就是资产增加跟费用增加都反映在借方的部分，可以吗？这是很好去做记录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是恒等式，接下来就是账户式。那每个会计科目呢，它都会有一个独立的账户用来记录跟这个科目相关的一个交易。例如呢，我会有现金的账户，我会有
应收账款的账户，甚至我会有薪资费用的账户，我会有机器设备的账户，我会有股本的账户，你只要你发生的所有的交易，你都会有它各自的账户。那每一个账户就记录单一专属账户它的变动的一个状况。例如呢，现金账户它就是用来记录你的现金的收入跟支出的状况。那应收账款账户它就是用来记录应收账款的收入跟支付的一个状况，可以吗？那所以呢，你今天可以表达的格式，你可以用恒等式，恒等式可以用资产等于负债加业主权益，也可以用资产加费用等于负债加上股本，再加上起初保留盈余，再加上收入。那账户式的话，就是各自的账户要去做一个表述。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例子，你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例子里面呢，我们有五个交易的部分，那我们就来用这个表达格式的部分来做一个呈现的部分哦。好，那首先的话呢，我的这个资产类的话，包含我的现金啊，还有我的机器设备的部分。那现金的部分其实包含我们的交易一，是我的股东投入资本，还有我的交易二，是我的这个复线买机器，还有交易四，是我的复线支付员工的薪水，最后一个就是交易五，顾客复线的部分。这四个交易都跟现金是有关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去做一个加总的一个动作咯。好，所以呢，第一个股东投入资本是150,000，第五个顾客复线是50,000，所以这两个是加起来的。那剩下两个要扣掉的一个是，就是你复线的部分，比方说第二个交易的部分。那你复线买了机器，所以现金会减少20,000。你复线支付了员工的薪水，就是我们的第四个交易，所以你的现金会减少28,000，可以吗？所以150,000再加上50,000，减掉20,000，再减掉28,000的部分，那就会是我们现金科目或是现金账户的余额，就是152,000的一个部分，可以吗？那除了现金的部分，我们资产类还包含的这个例子是我的机器设备的部分。那这个包含在第二个交易跟我们的这个第三个交易哈。那我买了机器买了两次，第一次是付现的部分啊，然后第二次呢是我欠我的机台公司的部分。那不管怎么样，这两个都是我这个机器设备相关的交易，所以第一次买机器的价值的部分哈，我付花出去的是20,000，第二次的部分是15,000，所以相加就会是35,000的部分。好，接下来是我的负债类的部分哦。那负债类的话，我们说你的第三个交易的部分哦，就是你买了机器，然后你没有付人家钱，所以你有一个应付账款的交易哦。那这个部分的金额是15,000，所以这是负债类。接下来是权益类哦。那权益类就包含你的第一个交易，就是你股东投入资本的部分，这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150,000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是我的收益类，那就是我的第五个交易的部分，顾客收取你的顾客收入包含的这个交易的部分，那就是顾客他付现嘛，所以这时候我的贷方会有一个收益增加50,000的部分。最后呢，就是我的费用类的部分，那这个包含在我们的交易四，因为你支付了现金给你的员工的薪水的部分，那金额是28,000。可以吗？所以呢，我们资产类的话，现金的部分加总的部分是152,000，还有包含机器设备的部分是这个35,000，所以合计数资产类的金额就是187,000的部分。好，那其他因为它都只有一个交易，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数字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你的账户式的表达，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我把每一个账户都列出来给你看哦。那老师要请大家先看到最左边的部分，就是现金的资产负债表的部分。好，那老师都有刮
你的交易的部分，圈圈一代表就是你的交易一。所以呢，我们在借方的部分，首先圈圈一出现，代表那时候呢股东投入资本，所以圈圈一我写了一个150,000，他投入了150,000。然后我的借方还有另外一个是圈圈五，就代表是我的第五个交易。好，那我的第五个交易是顾客的收入，好，那它是付现，所以我就收到了50,000。所以借方的部分有150,000，再加上50,000，那就是200,000。那贷方的部分是我们的圈圈二跟圈圈四，也就是第二个跟第四个交易，分别是付现买机器20,000，付现支付员工薪水28,000。所以你的贷方科目合计的部分是20,000加上28,000，就是48,000。那借方是150,000加上50,000，就是200,000。所以200,000减掉你的48,000，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就是借方会有余额。所以我们在画一条横杠之后，你看到借方的余额，我们写出来的数字就会是152,000，可以吗？因为200,000去扩掉我们贷方的48,000，那余额就会是152,000的一个部分，可以吗？好，那其他老师要看的就是我们最左边最下面了，因为其他都只有一个交易，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看到机器设备有两个交易，那分别都是在借方的部分，因为我们购买了两次的机器，第一次是交易二，所以圈圈二的一个部分，我们是付现多少20,000去买机器，然后再来是第三个交易的部分，那我们是没有付人家钱，也是买了机器，是15,000，所以合计借方的余额就会是我们的35,000，可以吗？好，那这就是我们账户式的一个表达哦，可以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哦，我们用各个账户，然后把它的借方跟贷方写出来之后，看看它最后是产生借方的余额还是贷方的余额呢？好，那就可以去做一个记录的一个部分喽。好，那最后我呈现的部分就是我的恒等式。好，恒等式的部分，那用我们刚刚的第二个公式，那就会是我的资产再加上负债的部分，会等于我的这个是资产再加上费用的部分，会等于我的负债再加上股本，再加上我的期初的保留盈余，再加上收入的部分。那资产类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算出来的数字呢是187,000。好，加上费用，我的合计数的部分是28,000的部分。好，这是薪资费用嘛？那这时候呢，就会等于我的这个贷方等号的右边的部分，我有一个应付账款，那就是我的负债的部分，那这部分是15,000，再加上我的股东投资第一个部分一个股本的部分是150,000，然后最后呢再加上我的收入的部分是50,000。那我们当然题目简化起见，我的期初保留盈余是零了，所以你可以算出来我的借贷双方一样是相等的，这就代表是我的恒等式。好，老师说了在最上面呈现恒等式，也在最下面把账户式列给你看了，所以我的恒等式加总的部分，借方的加总金额187,000加上28,000就会等于215,000，那贷方的加总也会是215,000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六讲的一个介绍的一个部分哦。那希望大家在这一讲次呢多花一点点时间哦，因为会计交易跟借贷法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哦。那大家不要就是只听我讲哦，一定要拿起纸笔哦，然后呢看到每一个科目，你就要想它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它是属于资产还是负债，还是权益，还是收益，还是我的费损呢？然后呢，它又是属于借方科目还是贷方科目呢？好，这些都是需要同学花一点时间去做理解的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第七讲次的一个内容的部分哦。那欢迎大家在下一周的同一个时间哦收看我们的会计学的这个部分。好，我是陈玉林，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喽。